好玩好玩，体推会员频道开始更新吗？现在就加入会员，看到更多不一样的体推。你看看了，你看看了，我来。有哦，这么多兵都给你勾到，这么狠哦！感受不到，好像主板要爆嘞！哈哈哈！米林，我要吃你！救命！哎呦，滑倒！蹲着的哀嚎声绝对会比较小声，可是你没带咬棍，不可能因为你蹲着我就听不到你的声音。有我有知道这件事情，蹲着哀嚎声会稍微小一点，可是你没带咬棍，你半血，然后你是雷贝卡这个角色，没理由我完全听不到才对啊。我觉得应该是我网路的问题吗？不晓得，反正我是听不到啦，听得到我就想办法抓了，找不太到人。最一开始的时候，真的找不太到人，对吧、啊？这个技能组很常见，可是不好处理啊。主要是这技能组是很常见，没错。可是你要处理，就是要像他们刚刚那样打得很默契，一直要有人补，然后补的那个人还要躲得掉骑士脚。他们刚刚那个就是我踢完了之后，有一个人拉得很远，然后又有一个人故意把我拉走，那个要配合得很好。不容易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他的声音有点慢慢的。又是扭曲，这个也是扭曲。那扭曲真的蛮多人带的耶。哎呦，我这刀又是自动追刀哎，这刀要是拼再不好一点，搞不好又空嘞。对，现在扭曲其实还好多人带哦。我扭曲对那个母女界的怨灵是没什么太大意义，反正本来就看不到。这个也是扭曲吗？为什么他跑过去我没看到人？哦，打针队，嘿，打针队，我有开啊，我开着绿边啊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声音感觉有点慢一拍的感觉，又是大门。别让他反掉，这个位置很麻烦。哇，反冲加速！哇，他做了两次假动作了。
黑妹一直在我旁边走来走去的。怨灵如果身上有三层蜘蛛，会啊，移动速度会更快啊，绝对会再快一点。但好像不需要吧，怨灵不太需要那么不太需要那种移动速度。他在叠扭曲，真的耶。然后他在浪费板子。等。为什么他突然就没声音啦？刚刚又突然没哀嚎声了，我又很靠近他才听到。这个可以先砍一刀。哎，我听声音真的听早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漏拍，哎，就是我听到他跑过来，是我听拍得太快吗，还是怎么样？真的会漏一拍，哎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耳机坏了吗？今天的怨灵玩的没有很好的，老实讲，都很丑。呜、哦，无职升天了，对，38岁男性无职。修完了，应该修完了，来不及。很冷，那是不冷。记得那个 P 二有扭曲，哎，是 P 二有扭曲吗？我忘记是谁有了。好惨哦，那个皮也在挂机，不然这个皮伤不用死。38岁男性从妈妈那得到的钱过生活中，你说 P4 的名字哦，太有故事了吧。还敢站起来啊？啊，装点外挂。哦哦，他刚刚还想飞，还好我把他拽下来。他刚刚差点飞起来，完了！他作弊，他作弊。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，你知道吗？合理开挂，你最好的朋友 TK 点 EXE， 现在加入每个月只要77块台币，立刻订阅 TK 货台 TK 点 EXE， 不必再用法令看综艺，你也能是 DDD 炸鱼高手 TK 点 EXE。生法落法纯属自然生理现象，秃头不在本产品保护范围，使用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。